邱老师，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啊？这个建筑看着特别的好看。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巴黎的歌剧院啊，它也是巴黎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啊。咱们的贵州之家是不是也在附近啊？对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去拜访几位这个贵州巴黎贵州之家的成员啊，我们一起走去看一下。 大家好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Bonjour, je suis Karim. Je ne parle pas le chinois, mais je vous embrasse. Voilà. 我是蒋帅，也是在法国留学，然后就在这边待了20年了。Hello，李会长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很好。我是在做工业制造的，是两大行业。 就是做装备制造、汽车和这个火车。贵州团今年的真的是很不容易。他们的成绩对我们在巴黎的老乡也是一个鞭策。反正我这次不回来的，突然我想到说这个。 1924年就上一届2024年，我再错过这一次我就完了，没了，没机会了。所以我前两天回来还得回来赶一趟。来来，你撒点酒啊！真的是，恭喜这个贵州的运动员。通过这个奥运了解法国的文化，我们也是通过春秋了解中国文化，对呀，知道了毕节，知道了这个纳雍。恭喜！